把狼人怎么赢？我们刀的四号。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眉来眼去的，各种言语。再看一号，不太好。今天晚上把你砍了。你不说实话，你怪得了谁呢？喜欢投他就是我投他，这是我的自由。打得我想喷人。这个游戏不是比谁声音大，你要为你之前的行为买单。关你们什么事啊？这个发言都得死。今天白天就能带你走。所以我们村民要做好什么事情，就是布局。到目前为止没拿过一把潜行者，还是挺想玩潜行者的。预言长老吧，我觉得这个角色挺有意思的。我比较喜欢预言家，女巫是一个可以扭转局势的角色。我希望自己能拿到一张神牌，因为第一把玩的是狼。别让我上顶了，别让我翻跳了，让我在下边做引狼吧。09吧，我觉得09是一个戏路很宽的选手。囚徒、帮主、囚徒吧，就跟他们能高配一些吧，能够理解我的战术意图。我想和大神多搭档，从他们身上多写点东西。蛮忌惮女玩家的，因为女玩家有时候第六感或者观察人的能力，觉得比男玩家要强一点。老鼠啊，楚大坤，他一当狼直接就爆了。我希望能打得让所有人猜不透我，可能要出一些什么狼踩狼啊，甚至说卖多狼这样的。感觉自己的思路还不够清晰，发言还不够好吧？而且因为是录节目嘛，比较紧张，所以我觉得第一集玩的挺菜的，跟大家熟悉之后可能会进步一点。我想跟妹子打，就是所有的妹子。我只想做村民呢。东山新雨后，我只想做村民呢。玉雄千里目，我只想做村民呢。金鹏不一字，我只想做村民呢。人生在世不称意，我只想做村民呢。举杯邀明月，无所谓啊。低头思故乡，不会。采菊东篱下，都可以。红蒙一入深似海，没有。与尔同销，没有。万古愁，期待我在村民上能发挥好一点。狼人杀游戏分为两大阵营，即狼人阵营和好人阵营。好人阵营包括普通村民方和神明方。本期游戏共有四张狼人牌，四张普通村民牌和四张神明牌。狼人每晚可以共同杀死一名玩家，白天可以选择自爆，直接进入天黑。普通村民夜间没有特殊功能，白天可以和所有玩家一起行使公投权。神明包括预言家、女巫、前行者、禁言长老。预言家每晚可以侦测一名玩家的身份，女巫有一瓶解药和一瓶毒药，同一晚不能使用两瓶药，只有第一晚可以自救。前行者每局可以暗杀一名自己白天投了票但没有出局的玩家，投票仅当天有效。禁言长老每晚可以禁言一名玩家，被禁言的玩家白天不能说话，只能比手势。本期游戏采用图编规则，狼人杀死所有普通村民和所有神明，则狼人阵营胜利；好人公投出所有狼人，则好人阵营胜利。每期将进行三局狼人杀游戏，每局游戏第一天白天发言结束，进入互猜身份环节，每位嘉宾最多可以猜测除自己以外的三人身份。狼人不能猜狼同伴，猜神明必须猜出具体身份。三局游戏累计猜对最多身份的嘉宾将解锁特殊成就神之眼，同时拥有全场最佳表现的嘉宾将获得 Panda King 的称号。第一局游戏
即将开始，请各位嘉宾看牌。Yeah! 游戏开始，天黑，请闭眼。天亮了，现在进行警长竞选。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请举手。一号、三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十号，共七名玩家参与竞选。从七号玩家开始发言。我是预言家，第一个。这个位置蛮好的，我觉得。那昨天晚上查杀有惊喜，待会再说。然后我先报一下我的警徽流，验八号囚徒，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酒神，因为这两个我身份抿不准，这是我的警徽流。然后我的查杀是四号 JY。后面如果有跳预言家的标铁狼名，不要上来捣乱，强势拿警徽带队。我第一次拿预言家牌，过。那你这么玩，你七号牌。就昨天晚上安排的战术是我来悍跳这张牌，然后你这么打我就不太懂你这个思路，就是是不是沟通有问题，就是你对手势的理解可能和我们不太一样。安排我来悍跳这张牌，然后你来悍跳我们刀的四号，这个女巫第一轮如果不救的话，我们就是雪崩局去脏她自刀吗？这游戏怎么玩，对吧？配合有问题啊。背后有问题。哎呀，我是一个好绅士，好人。这个七号玩家状态挺好的，我觉得七号玩家还真的把四号查杀了啊，因为他没有那种就是很惊讶，他是那种很欢乐的看这个事儿。我觉得七号是一个好身份，对吧？那四号玩家有点难，四号玩家好像真要走了，就我强势站队七号，因为我们是夜里沟通的同伴。可以。虽然战术讨论失败了，但是。白天的意见还是很统一的，要出四号。相信如果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一个身份比较好的一个人啊。那八号是一个名牌，我现在在井上愿意站这个七号的队。我相信如果水平差不多的玩家应该能看出是一张好身份牌。如果还在混淆视听迷惑局势，我就认为啊，狼的可能性很大，好吧？八号玩家暂时不退水。在井上继续待着，过。刚刚把微信名改了，戏路很宽，我发现了一位比我戏路更宽的选手，这也能掰、啊、我是女巫大哥，我昨天晚上救了二科，强一说你杀了 JY， 我觉得这个就待会儿你们可以不信，对吧？我可以退水，但是你们就看等一下白天的时候小楼死不死，好不好？因为我昨天双药全用，这小楼是我独掉的，这没办法了。小楼，你这个作为一个狼队友，你居然不跟我一起投票，我都已经把别人预言家都干死了，你不跟我投票，我这压了一股内心的怒火，没办法，只能盲独掉啊，没办法了，过，退水。我听完八号十号玩家，我差点血没咳出来。这不是国家一级演员，我是不服的。我是预言家，我先说一下我的验人顺序。我先验八号，再验你十号。你八号玩家在之前跟我们嬉皮笑脸的说你要说我要悍跳一个狼人，我做村民，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摸一下，以免你用这种方法来打，好吧？我是预言家，我先验八，后验十。十号玩家就更夸张了。你要说八号是戏路比较宽的话，你十号玩家你就是影帝啊！啊，你一碗撒双药，然后还要带着你的九号狼同伴一起去刀一个人，稍微有点过分，好吧？先八后十，我的金水是六号，好吧？先八后十，我金水六号。七号，你这个状态，我觉得你肯定会退水的。我建议你现在退，好吧？现在退，我直接给你发一个好身份，因为后面还没有发言。四号是一张井下的牌，你也炸不出身份来，对不对？对不对？好，不退是吧？到六号发言之前，你退水，我都认。六号发言之后，再退水不认了，好吧？我的顶回流先八后十，后面还有三号和五号，还有六号，好好发言，不要乱跳，尤其是五号。五号，我跟你说，我跟你是，对吧？不要乱跳啊！好，
警长哦，不是不是警长，不好意思，还没当警长。那个预言家，先验八后验十，查的是六号金水库。三号发言，三号什么身份？这张牌我根本就没有看。传过来的气息我都能感受到了，牛逼牛逼！三号就是村民，牛逼！三号走，你八号跟我跳什么村民？三号，你八号是村民，那我这张牌为什么还会散发出村民的气息？不要瞎穿我衣服好吗？八号你要退水没有？退退，八号退水。我才能当这个村民啊！这两个预言家对不对？你们没有穿我衣服，我暂时不聊。可以的，可以。后面五号、六号还没有发言。你们要是想穿村民衣服的，直接退掉，没有什么机会了啊！如果你们要跟他们抢预言家，我根本理都不想理你们，你们随便玩去。就是他不让我穿村民衣服啊，这怎么办？我是几号？我看一下哦，我是五号玩家。我给七号玩家说，你别退水，千万别退水。我和八号我们两狼同伴，我们先退水，我们在井下给你上票，好吧？我们退水了，好人牌呵呵过了。我在哦对，等补充一句，在我看来，八号炸七号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七号在那嘻嘻哈哈，但是如果我反想了一下，如果我是预言家的牌，就是他说什么什么，我会不解，我会疑问，但是我不会嘻嘻哈哈。我是真的预言家，他来炸我身份，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行为。你是警徽流的人，我不聊你，对吧？我不管你，但是这个七号给我看到的反应，在我看来不像是一个真预言家牌。那么我是一张好人牌，我发言过了，就上警就是为了分析警上，过了，退水。六号预言家。昨天查杀的七号，不好意思，虽然我墨子薇发言，但是我是真的预言家。然后因为前面七号留的警徽流里面有井下的四号，前面有一个一号和我对跳预言家的，对吧？他给了我个金水，所以我不认的，也帮他留在警徽流里面。先四后一，这样因为这两个人带队能力都比较强一点，因为我是有好身份。如果啊。我拿到警徽以后，我第一轮的话，如果是验出来四号是好人的话，警徽会飞给他，对吧？如果第二轮的话，反正是一样道理，反正是帮主。这轮我是拿到警徽以后，我是全票出我身边的七号，我的查杀，没有什么原因，因为我现在看的话，警上的话，八号、十号、一三五八、三号、五号，一号的话看退不退水，对吧？这边的话因为是我的查杀，对面给我发了个金水，我是暂时不认的，因为我是预言家，我知道自己身份。这轮的话我一定要拿警徽，因为好不容易拿次预言家嘛，希望能够带队能够好好打一下，确实拿个好人牌身份牌也不容易。过。发言完毕，一号、三号、六号、七号仍在井上，没有上井的玩家请投票。三、二、一，十一号、十二号弃票，其余所有玩家投给七号。七号玩家当选警长，拥有1.5票归票权。昨天晚上是平安夜，被禁言的是十号玩家。警长，请选择从警左或警右开始发言。我想一下。警座，从八号玩家开始发言。四号这张牌被七号查杀，四号去把票投给了七号，原因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很迷惑，因为七八四三张狼牌晚上开会的时候是让八号来悍跳，然后七号要去查杀四号这张牌，对吧？七号去查杀四号这张牌，四号觉得接受不了，然后四号就是战术夜里安排不统一，就是四号这张牌呢，就是他很不舒服，因为我们当时保连着的战术是八号去给四号一张金水，然后七号这张牌理解错了，他以为上井让他上井补位，他以为上井就是跳预言家，结果他给了一张四号，本来正常是说我们要给他一张金水，他给了一张查杀，就导致四号很尴尬，就我也挺不满的，所以说警察我才那么发言。这两个投票给这个我们狼的，我挺谢谢你们这个团队的，就我感谢你啊，我挺替一号和六号鸣不平的。那么这轮我们出谁呢？对吧？直接出这个拿警徽的不太好，因为我可能不一定，他要撕破脸，我不一定能干得过他。
我们这轮出四号，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认怂了，对吧？你被查杀了，你还支持他，那就说明你也想自己出去。我想死，但你比我更想死，那我觉得我可以成全你四号先去死，对吧？你要不穿个衣服炸张神牌出来，你说你穿个什么神啊、你不出，你帮我们再找一个神出来，还是挺有优势的，对吧？就投四，这样才符合我们这个气氛的态度。号我三号同为小村民牌，但是五号这张小村民牌我觉得不太对，五号这张小村民牌明显是各种言语在看一号，不太好啊。这个十号牌好好比划一下，用你的大局观告诉我们整个局势，好吧？这轮我就觉得出四，大家稍微想一想，四号为什么会投这个七号牌，对吧？他支持七号，那你就出你四号，好吧？要么你四号穿个神衣服，过了。这边左右两边坐的都是奥斯卡影帝，有点烦，因为两个发言都特别长，对吧？九号呢是个村民牌，九成不能发言，嘿嘿，装什么女巫？那女巫什么一天可以用两瓶药的，这种女巫见都没见过，禁言禁得好，谁是禁言长老，我要给她上一条。然后我分析一下吧，因为其实我在井下得到讯息也不多，然后又是前置位发言，我觉得六号和七号两个预言家的牌，我个人觉得七号的发言状态要比六号好太多了，所以我这轮上票给七号没什么问题。还有就是关于囚徒说的四号为什么上票给七号，这个我觉得四号有可能是想上票给七号，然后先拿六号做扛腿，他不想死，求生欲望很强。但是呢，对吧，既然你是我认定的预言家的查杀，先走你没什么问题，对吧？我觉得六号可以先放一放，先把这个四号给推掉。但六号这个暴狼发言让我觉得就是已经没得救了。如果接下来他没有特别好的发言的情况之下，我会四六五这样出，因为五号的发言我觉得这张村民牌没有比我像村民，所以不给你衣服穿。而且我跟苏友军一样，我拿村民牌我就挺开心的，但是苏友军你拿村民牌我感觉你今天也挺开心的，为什么？我记得你之前拿村民牌没有那么不开心嘛，就你在我这边打个叉吧。反正这一轮的话我会票跟着警长走他的查杀。我旁边这个假女巫想说话，我感觉跟你说话吧。心疼就是终于看懂了，我这么认真的在看。刚刚井上竞选的时候我没有投票，我是想投七号的，但是因为后面又出现了一个六号，我觉得三个预言家来说六号肯定是做不成一张预言家牌的，我觉得等会儿要听一下六号不退水的原因吧。六号我觉得是做不成一张预言家的，只有七号跟一号中肯定有个真预言家，我觉得六号可能是想接了那个一号的金水，想站边跟一号打吧，所以才会这样。但是这一轮因为两个预言家都在我后面没发言嘛，我觉得从我前面我听到发言的人说吧，反正我觉得小楼这把应该是好身份了，整个人特别跳，特别欢脱，我觉得小楼这把是好身份。七号的状态就是从他拿到警徽到现在，我觉得他挺状态挺阳光的，所以我听完后面发言吧。还有那个就是四号是七号的查杀，然后结果把票举给了七号，我觉得蛮奇怪的，我听一下后边的发言吧。过，首先我想等四号自己发言说说为什么七号给你一个查杀你还上票给了他，如果说不清楚的话，那我觉得囚徒说的比较有道理吧。这个是我第一最关心的一个点。第二，这个一号给六号发了金水，六号又查杀了七号，六号还说不认一号，最后一号还是在井上，那我觉得一号六号是更需要谈谈清楚的，包括一号说跟五号认识，哎，我还是继续在这混吧。六号，你这个行为严重导致我真预言家没有拿到警徽，所以六号我请你不要再乱跳，八号请你认真玩好吧。我先跟好人说，因为现在我没有拿到警徽，七号狼警已经拿到警徽了，我很不开心很不高兴，你混可以混，但是你请认真听我发言好吧。
八号一直在这玩嬉皮笑脸的，你说我刚才就说了，本来八号这张牌我你正常玩我是可以通过你的发言和你的行为判断你的身份的，但由于你嬉皮笑脸的玩，我只能通过验你才能知道你的身份。不要乐好吧，你平时好好玩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好人，你现在是跟六号一样扰乱了好人的视听好不好。你八号好好玩，后面不要再来这种发言，什么我是谁的狼同伴，谁是我的狼队友，这样不好。十号的发言也请你认真一点，什么三个预言家，我才是预言家，没有意义。这个时候好吧，我警徽流现在不改，我还是改一张，我觉得十号有这个心态我尊重你好吧，你还能聊我是预言家，我觉得是一个好人心态。然后九号和鼠大王二号上给了七号这张票，另外一个是七号的查杀四号，四号要么你现在自曝坐实他的身份好吧，或者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什么上七号，你哪怕不支持我一号，你支持六号去查杀七号那张牌，这是你上一期当中你玩出来的一个就是一个打法，你说应该就是被查杀的那个人应该去支持那个查杀你的那个人，对不对？这个逻辑是上一期你玩的，你不会不知道。我想听你四号为什么上票给七号好吧，然后六号你必须得赶紧脱这个衣服，要不然好人怎么相信我这个真预言家。我给你的金手牌你一定是个好人，而且我现在认你的行为就是帮我去查杀跟我对跳这个人，但是其实你就这因为这样好人像这两个弃票的，对，就四个人上票只有两个人弃票，这两个人弃票的就为什么不敢上票，就是因为看不明白局势，就因为你六号穿了个预言家的衣服帮我去查杀七号，七号是一张跟我对跳的牌，我自然能拍死他，以我的个人能力 和人格魅力好吧。所以我这轮鼠大王笑了一下，觉得心态还可以，我查先查八后查九，然后我把十号我觉得他的发言不错，他并没有发言，但是我觉得他行为不错好吗。八号下一步啊认真的玩好不好，我会给你好身份如果我活着的话。九号下一轮好吗，这一轮跟我全票出七号跟我对挑预言家并拿到警长的这张牌，索尔君应该是一个能把别人劝退的强民，我认可好吧。过了二号玩家发言啊，二号玩家实在是想不通他们这是什么野路子，七号查杀四号，四号顶上投票居然投给了七号。我在想一个可怕的问题，四号七号八号他们不会真的是三狼吧，既然如此要不这样吧，那我就索性就出四号好了，反正四号的身份这么低对吧，别人查杀他他还要给别人上警的，这么没反抗力那就出他算了，没有什么路子可以玩了对吧，这那怂认的这么低，我们先出四号再出八号保险起见，看七号死不死嘛，七号他们狼人要是愿意去自刀的话那就自刀，省得我们白天推他对吧，这路子还是稍微有点野，算了不说了过。三号发言，三号的发言很重要，为什么四号要举票给一个查杀他的人，因为他是认这个查杀的呀，这还不简单吗。然后跟这个九号说一下，以九号同为我的强势村民队友，俺们村的村民都是闭眼玩家，是不是晚上没有信息举什么票了，我看不懂你。然后十一号十二号应该同样也是晚上闭眼玩家，所以人家不举票，所以我们村民要做好什么事情，就是不举票，不举，对不对？我为什么不举票？因为我上警了，我举不了。如果我没有上警，我肯定不举票。我希望你们几个跳预言家跳得真实一点。一个大白板在这里，有没有尊重我这张牌？啊？一个大白板放这里，你不验，你怎么确定我身份呢？给我们村民最基本的尊重好吗？你们几个跳预言家我都不信，我信这个。是。过。这一轮我认七号是真的预言家，然后一号和六号是在井上不退水，这两人我标狼。七号发言是挺好的，因为他先验我。五号你这盘是拿了女巫吧？你跟帮主眉来眼去的，感觉你五号是不是女巫啊？我觉得我发言你好好聊聊好吧，就是五号你是不是女巫你说清楚了。二号应该是个要不就是禁言长老，要不就是潜行者啊，潜行者。然后我这盘呢跟潜行者说，就是说这盘我不报啊，这盘我不报，然后呢你呢去标，你我觉得你这盘啊就是应该要标记了，如果你不标记的话狼刀在先好人输了，这是我的感觉。
我感觉狼人啊，就是这盘我认出，好吧，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发言好，那他杀查查我认了，但是我出了之后，我觉得狼人会刀你，因为狼人有可能觉得你是女巫，啊，就我是这样想的。那个一号肯定不是原家，当然七号是针对原家嘛，你们自己想，就是没有大问题的话，明天狼人有可能刀五号，然后呢，第二天呢有可能刀二号，刀完二号呢，这个潜行者如果还不发动技能，那狼人恐怕这场就要获胜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不自爆，就是说让那个潜行者可以出来标记，来抢一个轮次，这是就赌一下嘛，就是看看潜行者敢不敢出来嘛，我觉得这样打的话会比较好，因为我不认这个一号会去验六号，一号不可能。就是一号不可能去验到六号，当然七号验我是场上最高水平，他验我认，对吧？所以这一轮，晚上应该是刀五号的，当然接下来五号发言我过了，暴狼发言让狼人刀五号，感觉我五号吃身份炸一炸是不是女巫？之前就问过我了，对吧？我是不是女巫牌？拿刀来试试，爆了，好身份，爆了。四号玩家自爆，游戏继续。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杀人。确定要杀他吗？狼人，请闭眼。天亮了。昨天晚上死亡的是一号和十二号，被禁言的是八号玩家。一号、十二号，请离场。就这轮被查杀了，没有什么可表现，就我与其去站边守帮主，我不如就认了，对吧？但是我反身脏你一下，就主要目的是找神嘛，神差不多都找到了，所以我觉得没关系。另外呢，就是风行云这张牌在发言的时候，他发了一圈的言，最后看着我的时候准备做收尾工作，但是他有一个犹豫的 1.5 秒左右时间的一个停顿。那我觉得一号六号是更需要谈清楚的，包括一号说跟五号认识，这个停顿就是因为我跟他对视的过程当中我读出来他怕死了，所以他是一张神牌。那如果帮主找的风行云是潜行者没错的话，我觉得我们能赢。警长，请选择从警左或警右开始发言。警右。从六号玩家开始发言。场上形势有点乱，先讨论一下昨天晚上的情况还有我的身份的问题。其实我之前的话，我是认那个预言家的话，是想因为看到井上的话，一号因为发了我一个金水啊，那个金水的话我肯定是不认的，因为狼给好人发金水的情况很正常的，因为我的身份比较高在场上啊，所以我敢认这个预言家炸一下后置位身份，但是我从头到尾后面都没有发过什么言，对吧？所以我现在把场上形势给分析一下。现在的话一号十二号走了，应该有吃到一毒啊，那一毒是毒的谁我不太清楚，但是昨天我认的狼走的 JY 给了个信息说有两神，一个是二号，一个是五号啊，五号是女巫，对吧？二号就是潜行者或者是禁言长老，这两个的话我觉得二号的身份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自己是潜行者啊，所以今天的话我这一票的话会挂出来，然后坐实我自己的身份，挂在八号身上，然后晚上你们看我能不能带走。可能我之前玩的话上井上的话确实跳得有点过啊，因为我主要是一号给我金水我才会跳起来，本来我只想认个强神拿一下警徽的，然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板子确实我有点蛮难认的，现在来看只能我之前的预估是正确的，就是一号可能是狼走的啊，有可能是狼走的，然后十二号的话
不太清楚，因为这个等话等我身边的话暂时认得，我认到女巫看一下她这个药是怎么用的，然后我来确定一下我身份。但是我今天这一票肯定会举在八号身上，就这样过。然后啊，还聊一下关于认名的情况。其实我前面在聊最后的话，我想最主要的发言就是一个名坑的问题，因为不从前面的三号、二号，但我边上啊，现在的战刃五号是女巫，然后九号、八号、十号、十一号我没听清，十二号。名坑有点炸，狼的话现在我认一号四号走的，十二号不知道，听五号发言，二号我也不知道，二号之前四号临走之前给他穿我的身份，有点奇怪。然后八号，然后九或然后八号，我觉得应该是狼，因为这票我晚上肯定会开枪带走他。然后九十十一，有可能会出一狼，这是我认的狼坑啊。然后名的话太多了吧，我不知道这个场上你们名怎么认的。暂时就这样，我反正我今天这一票肯定票在八身上，不管怎么样，嗯，过。这一盘打的女巫对吧？要背锅啊？不是，对不起，就是打的我想喷人。怎么说？你认我是女巫牌吧？那我请你这把出局，好吧？就是怎么说？这个四号他的发言告诉我，我们昨天晚上刀的是这个一号，你跟他眉来眼去的，嘿嘿，你把一号救了吧，对吧？八号是一匹狼，60%以上八号是匹狼，对吧？这是一匹狼，他们打花板子，哇，这一把狼配置实在是太高了。一号给六号一个金水，六号不接金水，跟他一起去干七号，对吧？然后这个被七号查杀的一张牌，举七号的票来脏七号身份，然后又炸我这个女巫牌。对，我现在没有药了，我跟你说，一号是我救的，也是我毒的。就是我想，第一盘嘛，我第一页一般死到我觉得我能分辨发言的人，我一般都会救。但是，我深深的感觉到这个 JY 迷离的小眼神欺骗了我，他告诉我这个一号是一张自刀的牌，所以我昨天晚上果断的把它毒了。你说怎么会刀到一号这张牌去？是不是应该我女巫先死？我不知道我倒没倒，我好像已经用了。所以，四号告诉我一号是个自刀的，我不管他是不是自刀的。在我眼里他是镖狼，他的金水狼，八号狼，对吧？还有这个潜行者是吧，你点了一圈身份自己跳个潜行者，说出了我的女巫牌，你没告诉我预言家是谁，你也不知道晚上信息。如果你认他是预言家，你会说，哎呀，这个预言家晚上被刀了，十二号是被堵出去的，你什么都没有说，你认我女巫牌，你认潜行者牌，那你们看我是不是一张暴狼牌，我要白天砸这张潜行者牌，我求你潜行者，就我是真女巫，潜行者你藏好，就出不到你头上。我眼里边的镖狼两张牌，四号八号，或者是四号，就七号这张牌，你的身份是我认为的狼给你做好的，我觉得你不是一张狼，对吧？八号是一匹狼，你别看我打得我生气，所以这一盘我就出这个六号，就是好人。如果觉得我说的对，跟我上票，我不跟你们打山洞，我也不宽。不点你们身份好吧，这个圈说了一圈身份，他是给我低头的吧，对不对？这你们不都否认吧，我好人牌，对不对？哎，我要出他，这还不够吗，对吧？八号我要出他的，我看你投谁好吧，潜行者藏好过了。五号你这样打就不对了，六号你这轮票他干嘛呢？他都说他是潜行者了，你留他一轮自证身份又怎么了？四号八号组队来张七号，这才是对的，我们这轮先出八号嘛，是不是？跳了这么多名，这么多轮名我也不急着了，我是金岩长老，直接跟你们挑明的打了。现在我能不能自证身份很简单，下轮我自己进自己自证身份。一号我觉得刺刀的概率为什么要读十二号呢？没有个很好的解释。如果一号是吃毒，为什么狼要刀十二号？这也是一个谜，未解之谜。我禁言长老唯一的功能就是禁言了，我也不知道，查不出来。所以，我希望后面的人帮我分析分析，还有我认的，帮我分析一下。六号这一轮可以留，没问题，让他自证身份。然后我这轮也是自证身份，如果我下轮被禁言了，我就是禁言长老。
如果下轮我没经验，你们也不能出我，我最差也只是个名。二号玩家发言，二号玩家也是个普通小村民。那个，说实话，我前面是看不懂，我一直在想四号、七号是不是真的是队友。其实上轮我是认少帮主是个预言家的，但是这时候女巫强势跳出来说，就既救了他也毒了他，那我们这一盘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跟这个女巫走，对吧？因为，五号现在是，就是说。全场最牛逼的人嘛，那我只能推翻自己的逻辑了，只能跟着五号走了，对吧？那五号是我们的女巫，五号说要出六号，那我觉得也没问题啊，就出六号啊。那我们只能信七号是真预言家了。七号这时候要是跳出来跟我说是个狼，那我只能说我认了，过了，我是个村民。十二号在我看来是个好人身份走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吃刀的。那七号一开始说查杀了四号嘛。四号是自己爆掉了，所以我觉得七号预言家身份肯定是真的呀。我觉得桃子没有读错人，一号就是匹狼走的。你信七号是预言家，一号就不可能是预言家，他是井上不退水跟他硬干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七号不是有查人吗？昨天晚上又没死，这个人就听七号的验人吧。然后我觉得，因为六号说他是个潜行者嘛，我不是潜行者啊，十一号是个名。除非说后面有潜行者出来拍他，不然我觉得六号可以让他自证一下身份吧，毕竟他认个神牌。虽然他刚刚就是好像是站边一号打的，我有点没看明白，但他认个强神，我不是个名，我拍不动你。然后我觉得反正我后面的人的话，我觉得小楼肯定是好身份，先听你俩验人吧。过酒神也是个好身份啊。酒神是这样分析的，现在讨论的焦点就女巫确实胆子挺肥的啊，胆子挺肥的。其实这轮讨论的焦点应该就是一号和七号这两个预言家谁是真的，应该是我们讨论的焦点，也是决定接下去我们票谁的关键。先做个假设，假设一号是真的预言家，那么六号通过晚上潜行者杀人自证身份，四号不管谁是预言家他都是狼，另外的三只狼应该就是七号这个跟一号悍跳的，还有八号这个囚徒在胡搅蛮缠的，然后还有一只引狼，应该是这种情况，对吧？我们现在要赢的话应该是投八号，或者是然后潜行者去杀七号。就算你女巫读错人，我第一种假设，我一直在说我的第一种假设，就是少帮主是真预言家的，一号是真预言家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这种打法必出两狼，那么就算他们刀中一神，我们还有两神三民一狼，对吧？这是第一种情况。那找出这批引狼赢面还是蛮大的，这是我所说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少帮主预言家。第二种情况就是七号是预言家，七号是预言家的话，跟他悍跳的少帮主一定是狼，你读对了， JY 一定是狼，两狼走了。然后这个八号囚徒是个什么身份呢？这轮能不能出他呢？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他在胡玩，七号是真的预言家，那么出你囚徒也是成立的，你是承认跟他是狼同伴的，在竞选警长的时候，我不管你玩的花不花，你是一直说这句话的。那两种不管是七号还是一号是预言家的情况都是出你八号，然后六号想要自证身份的话就直接走七号，晚上我们看结果是不是双死。如果你六号证明不了，晚上只死了一张七号，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去找另外一只引狼。其实我的发言、小楼的发言、二科的发言、老鼠的发言还有王的发言信息量都很少，都没有什么信息，就我们中是一定会存在一批引狼的，但是焦点人物应该是囚徒。囚徒这轮你要为你之前的行为买单，就这轮不管是七号是预言家还是一号是预言家，你这个点都是有问题的，你都有成为他们狼同伴的面，就看这个六号能不能自证身份。六号如果能自证身份的话，那哪个是预言家我们就能理清楚，理清楚哪个是预言家，我们这轮这局游戏就相对好玩简单很多了。我的感觉上我觉得帮主是真的预言家，好吧，过了。我觉得大家都在踩八号，为什么没人聊聊这个六号呢？六号这个爆炸式的暴狼发言让我觉得他在找潜行者的位置。其实我也不是潜行者，但我好想先穿衣服啊，想着穿穿衣服嘛。我觉得六号不是潜行者，他那个发言有点像找神。然后昨天晚上的情况是一十二双死，在女巫已经说了他是毒掉了一的情况之下，那十二号只能是被刀掉的，觉得应该是有两狼的，
两狼，要么就是六八双狼。但是说实话，八号他的第一轮发言确实非常非常跳，扰乱了大家的思维。他扛推我是没意见，但我不想投他，我想投这个六号。但是八号这轮说不了话，就是我觉得他有点委屈，我觉得球都是有点委屈的。如果他是个好人，我们推错了，我对他有点愧疚。而且这轮关键，这轮来了，我们聊了这么多，要出谁？其实我们这轮还是要听警长的查，警长的验人和归票。所以说我们。我也不用聊太多吧，警长这轮如果说归票归的是六号，就是他如果查杀六号，我跟着警长走；那如果他，查杀八号，我也跟着警长走。来到我，我是潜行者，过。这个看不懂。七号玩家发言，我们一个一个来聊。为什么我要请右发言？虽然说他是被禁言的人，但是我第一轮的时候就说过我的锦辉流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先验八，后验十。上一轮我验的囚徒好身份，这一轮不管我是真的预言家假的预言家，你们只要记住一点，少帮主第一轮悍跳的时候说的什么，给六号金水验人验八十，跟我一样。哇，我都不想理他，对不对？所以我是一个很阳光的预言家，他们已经发现已经脏不了我。他不管怎么脏，他不管是不是举票给我七，对不对？不管是用什么制刀啊还是什么套路，这都脏不了我的身份。我是场面上最大的人，而不是说女巫是最大的人。我有警长，我是预言家，我说了算。八号今晚不能出，他是一个好人，因为我验过，我就验了两轮啊。第一轮的话，四号是一个查杀，那八号是个好人。那我们现在排狼坑嘛，是不是？四号狼走了，一号不要说了，悍跳，100%狼。那意思就是说，场面上死了三个人。最起码死了两个狼，这边潜行者，潜行者在第一轮。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如果你拿到一张潜行者的牌，场面上已经有两个预言家跳，哎，你跳出来捣什么乱呢？我们这个板子，我并不觉得潜行者很强啊，带队啊，对不对？身份不做好，自己证明。五号，我觉得秋都已经帮我总结了，他说五号是真女巫，因为在这个板子上，除非。JY 在带刀的时候已经带出来，他已经读出来12号云哥是女巫，那么他的狼队友桃子跳出来强拿女巫身份，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真的很小。那我认他是一个好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觉得先出鼠大王会比较好。鼠大王说了一句话我很不懂啊，哎，我是警长，这么帅的一个警长，这么阳光，还是预言家，你为什么觉得女巫是最大的牌啊？我发言，我总结，二号、十一号，这要出狼的呀，这两个人，这要出狼的，要么就两狼，要么就一狼，所以我更偏向于这把，我们可以先出鼠大王，过。发言完毕，警长请归票。警长归票二号。所有玩家请投票。
三、二、一。二号、十号弃票，九号投给六号，八号投给十一号，其余所有玩家投给二号，二号玩家出局。二号玩家请留遗言。二号玩家发言啊，这把我们好人应该是输了。先说一点啊，六号这种发言他会是个潜行者，第一个位置谁敢说自己是潜行者，说了狼人一爆把他带了，他不就失去功能了吗？你自己想一下，这轮怎么出得到我啊？我说女巫最大怎么了，我不能说吗？我就告诉你们这把狼人怎么赢，还有两只狼，一只狼是十一号，还有一只狼是六号。狼人先把七号砍了，因为你们还有两狼，第二天起来你们两只狼，你们肯定两只狼都出不去，第二天把桃子砍了你们就赢了，我是个经验长老，好吧。过了，遗言结束，二号玩家请离场，游戏继续，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杀人，确定要杀他吗？狼人请闭眼。天亮了，昨天晚上死亡的是七号玩家，没有人被禁言，七号玩家请离场，八号玩家成为警长。爆！六号玩家自爆。游戏继续，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杀人，狼人请闭眼。天亮了，昨天晚上死亡的是五号玩家，没有人被禁言，游戏结束，狼人阵营胜利。本局游戏中，一号少帮主，四号 JY， 六号 Lot 二九，十一号二科是四张狼人牌，七号风小狗是预言家，五号桃子是女巫，十二号风行云是前行者，二号鼠大王是经验长老，其余四名玩家则是村民牌。第一晚，狼人少帮主选择自刀，成功骗到女巫桃子的解药，预言家风小狗首验 JY， 知晓了其狼人身份。请上竞选环节，风小狗第一个发言，爆出 JY 查杀。我的查杀是四号 JY。少帮主选择悍跳，我是预言家，发给狼同伴到达二九清水，我的金水是六号，好吧，六号预言家，昨天查杀的七号。到达二九末智位发言，不接金水，自立预言家，保真预言家风小狗查杀，结果风小狗三票当选预言家。第一天白天的发言中 JY 任狼，表示自己已敏出桃子和鼠大王是两神，并选择四爆。五号啊，五号，你这盘是拿了女巫吧？二号应该是个，要不就是禁言长老，要不就是潜行者。爆了，爆了，爆了。第二晚，少帮主睁眼时用手势表示，风行云是潜行者，直接刀死不让他发动技能。至此，狼团队已经找齐四神。好在这一晚，女巫桃子也看清了局势，毒死了少帮主。第二天白天，村民扫军与禁言长老鼠大王互传身份，试图混淆狼人视听，没想到鼠大王却意外被归出局，场上仅剩名女巫桃子和名预言家风小狗。狼刀在先的情况下，老唐二九和二科选择直接自爆刀神，爆狼人阵营获胜。我不是跳太明了，他就是不杀女巫，就把女巫留在场上羞辱他，你知道吗？轮井上我是要杀你的，但是我那场我是让他们杀你的，他哎，帮主找讲道理，讲道理，我是救的你吧，我井上肯定要帮你说话吧，所以我留着你不能让你死啊。就是不刀女巫留在场上羞辱他，你五号夜里必须撒技能，他的技能可以废了，我才先刀的他，绝对没有羞辱你的意思。